heroes in them. Cross the raging seas to reach this land. An English-speaking ninja. A warrior without a past. Then I met a Tanuki. With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his shoulders. Finally, the war is at an end. I stand ready to battle demons. I stand as a samurai. I leave the two of you to it.哎，我们这就是最后一期了，且看且珍惜啊！这一期是真的是最后一期了。没想到最后居然是和这个人王一代的这个 DLC 之后的剧情还接起来了啊，还是一个完整的闭环。けど、あなたが目覚め、あいつは解き放たれた。また誰かに取り付く前に何とかしないと。但是这个就有一点迷药。这个威廉过来以后，把我们的封印解除了以后，也就同时把这个大月丸的这个封印也给解除了。但是看起来他应该是这个受无名的指引来寻求我们的帮助。
啊，我们接下来直接继续啊，多余的部分我就先剪掉。再会できて何よりだけど、喜ぶのは後回しね。藤吉郎が倒れて平和になるどころか、起こったのは大きな戦ばっかり。関ヶ原や大阪の陣、それに勝った徳川が今や世を治めてる。その徳川に力を貸したってのが、あの異国の男、ウィリアム。彼がここに来たのは、ある女を追ってのことらしいわ。起きてすぐのところ悪いけど、急いで後を追いましょう。这应该都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啊，这个阿秀作为半妖，这个还能理解啊，这个无名他也是长生不老啊，可能是因为是这个楚夜师这一族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吧。找出常年封印被解开的理由，再次做个了结。那对于这个阿秀来说，可能就是眼睛闭起来，然后突然一下睁开，然后过了几十年就过去了啊，几十年可能不至于啊，反正有很久了。这关呢是最后一个关主线关卡。这关呢还有最后两个长按的环境，破除的话，按照之前的这个流程下来，这两个长按破除以后就可以拿到一个奖杯。不过啊，我建议大家在破除这两个长按之前先通关，然后再回头再打一遍这关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关的这两个长按，这关的恶意非常多，恶意非常多，就跟支线有一拼。所以建议大家优先通关啊，优先通关回来以后，这个打到二周目有装备什么的回来好打，再来打这关的这个长按破除会好一些。然后呢，我们这个呢，如果说是要把两个长按直接绕过去也可以啊，像我们这样用一个透波术和猫步术啊，我们之前也没有这么干过，我们也是之前这个地图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差别不大啊，关键是到这里我们的目的地不一样了。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多了好多瓶瓶罐罐，里面装了好多这个妖鬼，就是把人装在那个罐子里面，然后使用这个灵石精华让他们变成妖鬼的这个样子。我们要走这边，这边的话如果要是被旁边的这个孤鹤鸟惊动的话，旁边就会多出个乌鸦天狗，然后呢这条路会被封死。但是我们直接使用这个透波术和猫步术啊，这一路全都不用打。然后接下来就要做 BOSS 战前的准备了。 BOSS 战前呢也有很多小怪啊，我们先打一波清一波这个小怪，然后补充一下这个妖力，或者如果嫌麻烦的话直接把这个吃一个彼岸花或者吃一个这个鬼灯果啊都可以，补充魔力的手段多的是啊，鬼灯果而且我们也很多。这边的话依然是有这个恶意啊，这两边的这个怪一开出来，右边这个外道兵就会开始向我们开火，有他的干扰的话就会很烦。如果你这个已经开战的话，想射他也不好射，因为旁边两个近战兵已经在打你了。如果你先打这两个近战兵，发现那边的这个外道兵在打你，又绕上去打他的话，这个两个外道兵旁边又会冒出两个外道兵，一环套一环，恶意非常深啊。所以就是这关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有足够的装备容错率高了以后再来，不然老在这条路上死是很烦人的。我们在这里打主要也只是为了这个稍微涨涨魔力啊，用一个昂妖符回魔力会多一些啊。Hideyoshi, King of Treachery, Abuser of Amida. The Queen of Asoka was too weak. 这是玛利亚的精华记忆啊，看来他是把这里的这个平等院改造成了他的一个秘密实验基地。看这个玛利亚在这里进行的这些关于灵石精华方面的研究啊。之前的事情看来也都是他在这里研究出来，然后插手这个大阪那边的事情，然后就有 DLC 那时候的故事啊。他现在是打算又把这个藤吉郎复活，他认为藤吉郎是一个暴君啊，之前就像之前那个蛇男想要把这个织田信长复活一样，但是估计他要失望了。但是现在比较危险的是这个大月丸啊，封印也被释放了，所以说是大月丸应该也潜伏在周围，如果让他再次附身到藤吉郎身上的话就很麻烦了。这边一个守关的霍金武士啊，这个就很好打了，找到机会劈他的后背啊，腰反也很简单，而且腰反还可以回腰反，如果能那个什么还能回复很多的这个魔力啊。
用这个处决的话也可以恢复大量的魔力。好，我们这边都清完了，我们回去做一下打 boss 战前的准备。我们 boss 战主要准备的啊，这里既然已经是最终 boss 战了，所以这里有什么多余的技能点啊，能点上的都点上啊，确保魔力是满的，然后装备上这个胖哥哥的这个妖怪技能，然后呢这个技能点上抗长按啊什么能点的就都点上，然后这个武士技能里面记得点出一个能使你的这个水行剑伤害增高的这种技能，比如说我们这个技之一刀我们就点出来啊，点出技之一刀，然后我们装备在这个水行剑上啊，这样使得啊我们的技会对这个水行剑的伤害有额外加成啊，把它装上这个技之一刀啊。符纸这些的话就跟平时一样啊，就是主要也是有这个元素抗性啊，防止自己进入这个雷属性 buff 和混沌属性的这个 buff 啊，所以我们这有一堆啊，我们把三个元素属性全给它上上，反正我们有这个奥义持续的时间很长啊，够覆盖三分之二的这个 boss 战时间也就足够了啊。然后什么夺灵符啊、结界符啊，有什么符都上上，可以极大程度的提高容错率。至于降低敌人攻击力、增加防御力的这种，其实不是很必要。敌人的这个只要你不是吃他一套连招或者中混沌或者说中水属性异伤的话，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是很高。而且我们有这个夺灵符。boss 战开始的话是这个大月丸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它会变成像我们一样的驯幻和力型的这个妖鬼化来跟我们进行战斗啊。不过它的体型更大，看起来更猛，但是因为招式呢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形态，所以招式还有时候还是挺好熟悉的啊。比如说它现在常用的是这个驯型，但是因为速度比较快，破绽比较小啊，所以我们想抓到一个能够打出精力伤害的机会不多啊。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是它一个是这种妖反啊。腰反之后，哎，趁着这个还是直线的位置的时候，给他一套胖哥哥，直接将精力打空，然后我们变妖鬼化，直接给他进行一个妖怪化处决，然后呢变回原形，可以节约我们的这个妖怪精力槽，精华计量表啊，哎，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利用到藤吉郎会他的这个守护灵会来帮助我们，并且呢周围会掉落一坨这个精华，我们去碰触之后呢，可以大幅度的恢复我们的精华计量表，还是在将他的精力打空了之后呢。确保自己是正面直朝着对方，并且对方没有进行左右位移的时候放胖哥哥，然后呢可以一套把他的精力打空。你比如说这几次我都没有放，是因为这个位置都不好，放了以后就浪费妖力了。在这个长按的环境中放效果是比较好的。像刚才他这个是直接是站直了，唤醒的话他在站着原地不动放技能，就比较容易中我们这招。我刚才直接将他的精力打空啊，然后呢第二次以后我们用了普通的处决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精华计量表没有满，所以没有放妖怪化处决。二阶段的大月丸呢就要好打很多了，我们只要找到一次机会能够妖反他，打掉他大量的精力之后呢，再补一次分神，然后就可以放胖哥哥，然后彻底打空他的妖反的机会来了。打空，打一次分神，然后放一个胖哥哥，彻底打空他的精力上前啊。这个因为放妖怪技能的时候我们精力也回满了，直接一套水行剑。注意他这个起身之后呢，可能就开始没有时间了，我们要恢复一下精力准备下一轮的进攻啊。攻击也好，放妖怪技能也好啊，妖鬼化之后把他剩余血量打掉也好，都可以。藤吉郎一直在帮我们，其实我们这等于是在自己的内心和这个大月丸争夺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主导权啊。藤吉郎在外面是怎么帮我们的，我们等会就知道了。谢谢啊，这么多绿装，谢谢。也是通关以后解锁二周目装备啊，满级的这个啊，其实也不是满级，满级是170级啊，这个是150级的装备，还不算是满级。
像以前 DLC 的话，直接320级的装备都有啊。这样的数值崩塌其实不太好。不过这个二代改了，二代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啊，这应该是 DLC 或者说是人王三的坑吧？零路御前，就是第一次封印大月丸时候那时候的事情和人。我们来看一下拿上的这个啊，每一种武器都给我们了一个绿色的，很强，很好，很好，很强。但是我不想要妖属性的这个武器啊，妖属性的武器会把这个附着的这个武器的属性会覆盖掉啊，不太好。装备倒是没有啊，就只有武器啊，服装没有，服装的话还得自己去二周目图刷。危なかったな。もう少しで。ノミオ、すまんな。お前も来てくれたのか。But isn't Hideyoshi a traitor and a... Looks like you're off the mark. 藤吉郎、人に戻ったのね。ああ、すっかり。長い間、面倒かけたな。で、あやかしになったご気分は？体はどこもおかしくない。そいつはこっちに聞いてくれよ。なあ、ヒデノジ。戻ったか。水湯と落ち、水湯と消えにし我が身か。何はのこと、夢のまた夢。どうせ行くとこないんでしょ。来れば。梦开始的地方。好的，黑瞳谷歌的人王二视频攻略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黑瞳谷歌的其他作品哦。